29日由章子怡、王力宏领衔主演的爱情喜剧片《非常幸运》在京举行了一场非常神曲发布会。由于本片导演邓尼戈登及男主角王力宏均缺席，再加上本次发布会主打影片宣传神曲，当天章子怡携起中国最强音爱徒尹锡水亮相登场，现场还曝光了一支由章子怡和尹锡水合唱的令人大跌眼镜的神曲 MV。 而说到对神曲的了解，章子怡表示，我觉得就神嘛，很神，就很神奇，或者是很传神。嗯，我们这个就是很欢乐。你比如说以前在你们印象当中神曲应该是哪几首歌？忐忑。而一旁的水哥则称，以前认为神曲就是很火的曲子，这次合唱之后刷新了观念，神曲就是与女神合唱的歌曲。而女神章子怡与水哥在这支 MV 中也不顾形象搞笑演出，可谓节操丧尽。在《非常幸运》中，章子怡也一改女神范儿，如早前《非常完美》中一般变身小女生，只不过此次她的花痴对象是帅哥王力宏。很多人花痴王力宏，这部电影非常幸运会让大家很解渴。章子怡称，影片完全是为王力宏打造，在片中力宏的造型、酷感以及音乐才华的展现都会让人着迷，而他自己也是因为对王力宏的喜爱才出面邀请力宏担纲男主角与自己对戏。2009年时，由章子怡首次担任制片人的爱情喜剧《非常完美》给观众带来诸多惊喜。如今续作《非常幸运》即将上映，基于早前《非常完美》由金依萌领衔的创作班底已经联手范冰冰开启爱情新作一夜惊喜，章子怡孤军奋战的《非常幸运》备受期待，能否再续前作口碑令人存疑。东星娱乐整理报道。